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做大的机会。周总，贷款今天到期。订单 ？No way！ 你这分明是打劫！不是，放开我！放！谁敢动？谁敢？住手！可能现在看是顾不了了。你知道婷婷拿不到毕业证对她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她活着不那么窝囊。这个脾气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改？顾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如果过得了，你会怎么做？顾老弟，你明明有了王小姐这朵红玫瑰，可是你还是愿意为了婷儿这朵白玫瑰无条件付出。有你任何的关系吗？你根本不知道这家公司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Happy 就 together，不 happy 就拜拜。我要订单。你眼前只有这一条最好的出路，两年之前你考虑一下。顾冰，你这些年来你学的都是什么逻辑啊？现实逻辑。